投缘，这款还好，有炫技，我有3D眩晕症的，其实。我操他妈！谁开的？人家是哪里人？外国人。用棉花，那用棉花什么？棉花棒弄他，他就不会叫了吗？真的假的？你不要骗我。我不想让他生啊。不是我，但是他还没有到一周岁，我没想那么快就给他做绝育。要我们俩进去了他。你下线我们好像这屏就没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进来。你退一下。好了。怎么一会儿有屏一会儿没屏的刚才。不是还在里面吗？工资不是还在里面？两个脚，这样才像。我以前经常这样子，然后他们说我长脚了。进来给我看。这样像不像两个脚？你就是紫车白啊！你要听什么歌？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，这是歌名吗 ？QQ 音乐里有没有的？网络歌手，是不是网络歌手 ？QQ 音乐里好像也有，我放一下这首是不是？
是不是这个？让我听一下，让我听一下。你失恋啦、啊？没关系，站起来，还是男子汉，继续找一个。站起来，不要哭，站起来。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，为什么最后总是没有感觉呢？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，为什么你还没有彻底觉悟呢？一切都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。这歌词是否有内涵吗？不，你错了，他只喜欢姑娘很好看。你以为他很在意姑娘是否会做饭吗？不，你错了，他只喜欢姑娘很好看。你以为他很欣赏姑娘是否有才华吗？不，你错了，他只喜欢姑娘很好看。你以为你喜欢他了，他就会喜欢你吗？不，你错了，他不喜欢，除非你长得好看。你以为你长得，除非你长得好看吗？不，你错了，他还想找个更好看的。你以为除了这么远，让我听完歌，你们先打。不，你错了，他还想找个更好看的。你以为除了那么久，他会真的爱你吗？不，你错了，他还想找个更好看的。你以为他的甜言蜜语会是真心的吗？反正他只是想找个更好看的，更好看的。现在你知道一切是为什么了。都是因为你长得太丑了，长得太丑了。好心塞，不心塞，不心塞，站起来。死了一个，我要去救场了。我长得像游戏里的，企业家的秘书。还要再听吗？要不要再听呢？我不是故意的。